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容易。今天呢，就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之前呢，很多网友问，为什么你们广西人说的普通话这么像台湾人说的普通话呢？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解答一下。首先，广西呢是一个多语言的地区，广西呢有白话、有壮话、有客家话，还有会柳话。因为台湾人呢，也大多数人都会说白话，还有客家话，所以呢。所以呢，我讲的普通话呢都是杂白的、假白的、杂白的、假白的。以前呢，在武汉上学的时候呢，就有同学问过了，问我是不是台湾的，还是香港的，还说我的口音很好听。他们说很少听到这种口音，觉得特别的新奇。大家觉得广西人说的